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7年1月18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黄兰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大统永品案缠讼将近4年半，如今判决以和解作为收场，赔偿金额更是国内食品赔偿最高纪录。台湾消保会希望借此提醒其他食品业者，千万别赚黑心钱。圣公护理之家发挥创意，办理九合一选举围炉活动，让长辈在家属陪同下选出心目中最佳照护员。活动中少了竞争的烟硝味，多了温馨和鼓励。廉价航空进驻高雄，对高雄观光有没有帮助？市府观光局长表示，高雄有暖冬观光优势，最近也陆续开发新景点，希望航空公司多多协助宣传，吸引观光客前来。当年爆发黑心油品事件的大统油品案，经过长达4年半的诉讼，最后的判决虽然是以和解收场，不过赔偿的金额却是创下国内食品赔偿金的最高纪录，达到9100万。虽然事件已经落幕，不过台湾消保会希望借此警惕其他的食品业者，千万别赚黑心钱。大统长基公司过去因为假冒纯橄榄油，还有违法添加同业绿素调色，违反了榨漆和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经过4年的求偿程序，最后有2840名民众，每个人能够获赔15000元。因为那时候刚好有食安的食品安全管理法的规定，说有添加伪餐这些不应该添加的东西，确实就有把他做这部分的起诉动作。后来对方大统长基公司这边就提出了一个希望能够跟我们谈一下和解。那我们也考量说，诉讼进行之中，其实法院也有其实提供一些他的想法，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这个诉讼已经也4年多了。那对律师来讲，其实我们觉得，当然能够帮消费者争取权益是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从102年起受理，先经过1年的受证调查，还有办理多场的研讨会。虽然处理油品的过程费时又费力，终于在106年达成和解，共计赔偿金额9100多万，成为台湾国内食安团讼最高的赔偿金额。消费者其实是在全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各地的消保官来协助，否则以我们消保会的能力是没有人力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处理方式。那所以其实那段时间我们大概收集了各地的消费者所提供的一些油品或者是照片或者是收据等等的资料。黑心油品伤害民众身体健康，虽然消费者对于判决结果不尽满意，但也希望借此能够让食品业者有个警惕。这种商品我们希望说以后不要再有这种黑心的商品出来，能消保会能再帮我们把持着，或者中央地方的政府能帮我们把持着。这次是由政府和民间合作，不再让民众成为弱势，相信这样的处置判决对黑心业者将会有吓阻的效果。港都新闻吴秉源、洪静怡采访报道。今年九合一选举就要登场了，来看一场特别的机构选举活动。这是圣公护理之家发挥创意，邀请院内的长辈来投票，选出心目中最好的照护员。参加活动的长辈呢，在家属的陪同下投出了神圣的一票，一边投票还一边鼓励所有的候选人哦，让最后高票当选的照护员喜极而泣。确认身份，领取选单，机构长辈在家人陪同下投下心目中最佳的护理师和照护员。投票程序一切按照标准流程走。适逢2018年底九合一选举，圣公护理之家特别发挥创意巧思，让机构长辈重温选举活动，也用民主投票的方式给予第一线照护员正面鼓励。想说长辈可能都一直在机构，其实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那这些活动的话，我们希望这个长辈他都有自主权，
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哈。那这样子的话，他们也自己会觉得说啊，自己有这个权利，有可以有一些被尊重的感觉哈。好，孙嘉莲一票。终于到了紧张的开箱时刻，照护员一一唱名得票者，每层楼都会选出一位最佳照护员和护理师。票数揭晓，由四楼的彭云芳获得最高票数。看到长辈给予如此鼓励和疼爱，让他好感动，不禁红了眼眶。没有想到，蛮意外的。对啊，就希望他们都可以很平安的在这边。这个做人呢，平易近人，工作认真，那这个爷爷奶奶呢都很喜欢他，所以这一次他以最高票当选，因为这个四楼的护理之家有20多位的护理师，但是他从中脱颖而出，所以我们还是支持他。照顾行动不便的长辈，除了专业的护理能力，耐心和爱心绝对不可少。护理之家的选举活动，少了竞争激动情绪的烟硝味，却多了温暖和平和。另外，围炉舞台表演同样吸引众人目光。护理科实习生穿着红色喜气旗袍，大跳抖肩舞，接着与财神牵着大型金犬来福，与大家拜年，洋溢浓浓过节气氛。临近幼儿园小朋友也为阿公阿嬷送上祝福，三代同堂，画面相当温馨，也让家人提早和长辈围炉共享天伦，有个难忘的回忆。港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廉价航空陆续进驻高雄小港机场，为高雄观光注入新活力。不过呢，外界却认为廉价航空对于观光没有帮助。对此，市府观光局表示，高雄有暖冬观光优势，最近也陆续开发了新景点，希望航空公司多多协助宣传高雄的美，才能吸引观光客前来。廉价航空近年来纷纷开航南台湾，高雄近三年就进驻库航、济州、德威等6家新业者，新辟12条航线。而在冬季旅游部分，因为高雄气候相对温暖，特别能够吸引日本、韩国的运动选手移训和练习。那最主要在这个时候呢，日本、韩国大概都天气已经是比较寒冷的天气，那所以在高雄呢，我们的这个天气呢都非常的好，尤其在冬季是我们高雄最舒服的一个季节。不过外界认为会坐廉价航空的大多是自由行的背包客，消费力不高，反而将国内的旅客载出国观光，对高雄观光没有帮助。市府观光局长表示，航空公司会以座位极大化为考量，两边都会招揽旅客，对高雄观光还是有帮助。那同时我们也会去努力，就是跟航空公司有一些这个讨论，就是说如果在整个观光的条件具足的状况之下，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在座位的这个售票上能够增加对从日韩到高雄来的这样的一个游客数。因此市府努力推动高雄的暖冬旅游、运动旅游以及温泉旅游，吸引日韩等国或旅法族，特别是最近开辟的六龟宝来荒赏温泉公园以及即将完工的冈山之眼，都是新的观光亮点，将可以吸引更多观光人潮。它的高度呢，可以远眺北大武山跟台湾海峡。那天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市区的这个85大楼。那当然呢，它站在这个上面就可以就近可以看到这个阿公殿水库的美景。所以这一个天空廊道其实是非常有看头哈。要吸引国际观光客前来，除了景点吸引人之外，交通航线便捷优惠也是旅客考量因素之一。姑且不论联航带来的观光效益，只要这条交通动脉存在，就能够带动双边观光气氛，创造更多商机。港都新闻潘志光、雷昌邦采访报道。难道说有好天气就没有好空气吗？高雄这几天天气稍稍回暖，空气品质一度亮起良好的绿灯，不过现在又出现了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橘红灯。气象站表示，未来一周高雄地区天气变化不大，偶尔出现短暂阵雨，至于空气品质要好转，恐怕还要再等等。
告别寒流来袭，这几天天气逐渐回暖。不过高雄地区空气品质一早就亮起红灯，不少监测站空气品质指标都达到红色警示，意味对所有族群不健康。其中楠梓凤山地区情况较差，而这样的情形预估还会持续几天。另外天气预测方面，周六到周日受到东北季风减弱影响，气象大致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稍稍回暖。周六受东北季风及南方云气的影响，但是因为已经比较减弱了，所以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周日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天气算不错。不过下周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气温将再度转凉。不过降雨机会并不高，是适合除油的好天气。周一受到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天气有稍微转凉。低温大概再降个1度，高温大概降个2度，但是在降温之前，也就是周一呢，它会先回暖，所以白天的温度还是会比较高一点啊。那下午之后呢，就会慢慢的转凉啊。那周二、周三呢？都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好天气。气象站表示，这阵子是典型的冬季气候，早晚温差大，出门最好再添加已经衣服，避免着凉。至于空气品质，还是会出现红橘色的状况，民众出门最好戴上口罩，避免呼吸道受到影响。港都新闻张世明、罗少君采访报道。关心失智长者生活上遇到的难题，有一名68岁的妇人，因为患有中度的失智，走出家门之后就迷失了方向，家人四处找不到她，只好打电话报警。员警轮班整整找了26个小时，终于在超商找到了人，把她带回派出所。家属看到亲人回到身边，情绪是崩溃大哭。没事，不要跑那些。来这边，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一看见远景安全把妈妈给带回来，女儿立刻向前拥抱，泪水怎么也止不住，因为妈妈整整走失了26个小时，家人能再见面，大家是既开心又激动。患有中度失智症的68岁妇人，因为出门洗头不小心走失，让丈夫是又担心又着急。寒流的中午接获一名老先生来派出所报案他表示他患有失智症的妻子刚刚外出准备要洗头的时候，因为他刚好一个不留神走失了，那他在现场周遭找寻了2个小时都没有找到，所以才赶紧来我们派出所报案。远景翁宗平一面安抚家人情绪，一面积极调阅监视器，更沿途巡逻任何妇人有可能出现的地点，但碍于妇人身上没有手机可以定位，寻人一度陷入焦灼。终于在隔日中午，有民众报案有妇人在超商行迹诡异，远景当下直觉就是走失的妇人。那我们现场先用一个安抚的动作，赶紧把她带回来。那带回来派出所的时候，才刚要下车，她家属就过来看着她，眼眶泛着红泪，甚至有痛哭失声的状况，抱着她的母亲及她的妻子。那现场让我当下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作是很有价值的。皇天不负苦心人，在远景不眠不休26小时比对监视器及徒步协寻下，妇人终于回到心爱家人身边。在警车上，妇人用远景手机向家人报平安，特别提到自己的先生相当疼爱她，虽然电话那头就是丈夫，失智原因却认不得了，但言语间流露的夫妻之情却是相当令人动容。港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还有喜欢到魏武营都会公园休闲运动的民众要注意了，近来传出有蛇出没，地点就在生态区的人工湖畔，是吓坏了不少人，大家奔相走告，互相提醒要小心。由于目前是冬天，蛇类大多在冬眠，所以怀疑可能是除草作业惊动了蛇，也请民众前往休闲运动时多加留意。
为武营都会公园生态区平时有许多民众运动休闲，还有人沿着湖边拿出相机专心拍下枝头上的鸟群，可是却不知道脚底下踩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大蛇出没的地点。当时民众就是在湖边看到这条长约2公尺的大蛇，吓了一大跳，研判可是最近园区正在进行除草，惊动了蛇才会出现在湖边。从邱先生拍摄的画面可以清楚看到，一条身长约2公尺的大蛇先从杂草里窜出，接着又爬到大石头上，没有多久就消失在石缝当中。由于大蛇出现突然，这让邱先生吓了一大跳。拿了相机出来随便拍，结果来到这边，本来拍了一只白鹭鸶，结果想要靠近一点，靠近湖边，结果不小心看到一条好像动的东西，一看，哇，一条大蛇，啊，吓了一大跳，哦，吓了一大跳，那个条大概有两米长。为武营都会公园平时就有许多摄影爱好者来这里取景，假日更是人潮络绎不绝。尽管生态区湖边出现的大蛇外表看来像是无毒的锦蛇，不过公园里突然有蛇出没还是让人提心吊胆。大蛇就出现在你眼前，会不会吓一跳？会啊，当然是会啊。尽量不要靠近湖边就好了。尽量不要靠近湖边。对啊，对，会注意一下，会注意，就大概因为这边的生态哦比较脏，因为我也曾经看过有一种大蜥蜴，绿色的比较，我现在整理的非常好了啦，比较没有那种看到，去年还有看到，哎，大蛇我是没看过，应该会注意的，注意那个了，因为太多人在那边走运动，安全要注意，对，安全要注意的，对。民众说他来这边休闲，结果一扑的时候刚好扑到蛇窟，哇，吓了一大跳，哎，所以大家来这边休闲的时候要不要看到绿荫草扑啊？就马上要坐下去，要注意一下哈。为武营都会公园面积大，特别是杂草区也很广，走进杂草区时务必留意脚底下的状况，最好先打草惊蛇，避免看到大蛇真的出现在眼前自己吓了一大跳。港都新闻张世明、王思武采访报道。为了推广生态教育，左营新庄国小和广达基金会合作，让小朋友化身成保育大使，前往中都湿地还有莲池潭等生态角落实地探访，透过敏锐的观察将看到的和听到的记录下来，再运用多元媒材进行艺术创作，将艺术和生态做了跨界的结合。校园里发现的五色鸟和莲池潭中都湿地的生态景观，这些都是小朋友利用假日和家人实地前往踏查，将这些生态之美透过照片和影像记录下来，再进行创作的艺术品。老师常常带我们去观察，一次又一次，我们在这里的印象就越深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印象就创作出这些。假日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会带他们实地踏查拍照，他们拍照的每一个景象都会变成他们的素材，他们想要表达哪一个景象或者是哪一个概念，他们就会把它放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在师长的指导下，小朋友将捕捉下来的生态之美利用像是粘土、彩色卡纸、纸浆、铁丝、竹子、木头等多元媒材创作出展现社区特色的立体模型，小朋友还担任现场导览，架势十足。保特瓶跟纸箱，然后再用胶带固定做成我们的骨架，然后外面还有用石膏绷带先把它包住，后再涂上广告颜料。挑选的材质轻巧、可塑性高的纸，而且非常多的红色跟黄色，因为红是吉利的意思，而黄是非常神圣，所以用两种颜色的纸来表达我们的庄严。这边还有许多小叶片是我们大家辛苦一直压一直压压到手痛做出来的。这项名为欣欣向荣特展是新庄国小和广达基金会共同合作，将小朋友的艺术创作区分为存在、发展、再造、蓬勃和初衷等五大类，诉说高雄采风之美。而在互动区里还可以体验创客手作吸管毛毛虫的乐趣。最开始的我们把它定为高雄生命力的一个发现引导，所以我们会先让他们去思考到生命力的定义有哪些，他们可能从那个很眼睛肉体看到的一个具象的，然后再延伸慢慢引导到讨论到一个抽象的，就多一次那个学习的机会，还有见证到就是其实学校的生命力是很多的。我的作品也有看到莲花湖，我觉得那个湖很美丽，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很漂亮的地方是值得去看的。小朋友化身保育大使，用热情冒险的精神探访万物的生命力，也化身艺术家，利用多元媒材进行艺术创作，用艺术特展展现生命，也展现团队美感创作的能力。新庄国
港都新闻潘志光、雷昌邦采访报道。古山区民城里属于住商混合区，生活机能虽然好，也有困扰哦，特别是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而在里长胡景森的奔走下，终于争取到停车场用地，改善了违规并排的停车乱象。还有更多有关于民城里一路走过来的点滴，都在1月18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公里侯立哉》。古山区民城里商业聚集，车水马龙，相当热闹。想要找个休闲宝地，里长胡景森特别推荐最受里民欢迎的华荣公园。不过随着公园历史久远，许多设施逐渐老旧，排水系统也出现问题，幸亏里长一一解决。碰到下雨的时候，因为它是采自然生态排工那个设施的系统，所以每到下大雨的时候，公园那个甲就都会积水，积水完成人行道的那个会产生青苔，那长辈在那边运动走路会产生危险，所以说我一直也是把那拍照以后跟养护工程队啊，托我们市议员来，我们争取了经费，那个树啊能够整修，把那个改善，结果很好。结果阳光处也接受我们的建议，除了改善公园排水、增设座椅，里长用心可是随处可见。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向财团争取闲置空地打造停车场，大大排除里内停车位不足、并排乱停等违规现象。因为这块空地毕竟闲置在这边也好久了，希望能够把它送回跟个停车场的公共空间当收为停车场，所以人家企业主也愿意提供这个空地出来当停车场，也解决了我们这个商家停车问题产生交通上的问题，解决我们很多很多是当人用路人的安全嘛，所以说很多很多问题就可以一下把它全部解决掉，所以说变成说大家商家也要安心做生意，不要为了晚上为了停车问题没得停。正是胡里长不畏艰难的服务热忱，打造民城里逐渐走向幸福乐活的宜居社区。还有更多关于民城里的点滴特色，都在1月18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公里侯立哉》。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为了改善大高雄地区的水质，水利署南区水资局将利用5月前的枯水期，加速高平溪蓝河堰以及澄清湖水库清淤工程。完成后，将有助于取水供水稳定，同时改善水质。大高雄每日需水量约160万吨，主要水源来自于高平溪蓝河堰，每天约110万吨，其余由澄清湖水库和浮流水补足。虽然水量足够，不过在雨季常因为河川夹带大量泥沙，造成原水浊度飙升，影响水质。南水局预计在5月底前，在高平溪蓝河堰清淤70万立方公尺，抽泥24万立方公尺。自来水公司也利用枯水期清淤，预计会有25万立方公尺的沙石，希望减轻自来水的浊度，并且增加澄清湖蓄水量。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青联港都有线电视升级影音服务，推出 BBMOD 行动 App， 手机完成下载之后，只要跟家中的机上盒完成配对，不论是用电视或者是用手机都可以看电影。而且现在下载 BBMOD 就可以享受多部电影免费观赏，详细的下载以及使用方式，请您上青联港都官方网站查询。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气温是19到24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时阴，有下雨的机会，气温是17到21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时阴，有下雨的机会，气温是17到19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阴，有下雨的机会，气温是16到22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顺心，我是黄兰君，我们下次再会。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 BB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账单、频道节目和 VOD 点数等行动账单、客服资讯带着走，各项需求一次满足，比一比 BB 最聪明，快去下载哦！请查清联港都或上官方网站查询。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样也会做出让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千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深度探讨，集思广益，理性沟通，用心聆听，观点中立，话题聚焦，跟着节目一起思考。